跟大家讲 hello 啦。Hello， 你好。刚才你讲的见证啊，我们不要讲肩扣收波先啦，我们先讲这个裤子的见证先。啊。这裤子见证，你讲的见证啊，对你有什么帮助呢？对我有什么帮助？啊、我是没有什么啦，我是膝盖痛，现在不痛了啦。穿了就不痛了，你穿几久不痛？啊？你穿了几久不痛？我也没有感觉啊，因为穿出来自己没有痛，我都忘记了哦。是啊。啊。这样神奇。啊，很奇怪啊，很奇怪的。那刚才其实我比较好奇，就是哈，其实你的见证了哦。OK， 如果你们要知道这个伯母的见证呢，你们看这个就知道了。刚才我写清楚了，就是说他刚才你不讲没？你以前驾车的时候啊，你样子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自己歪了身体斜了，不知道啊。那穿的过后，突然间我睡醒，睁眼叫他咯一声，喂，好气哦。一穿这样子跟穿裤子有关系没？你一伸懒腰 ，crow 一声，跟穿裤子有关系没？应该是有关系吧，没有都不会，好像还调整我们的骨头这样哎。是忽然间有一天呢，你一直穿一直穿，然后忽然间有一天醒起来 ，crow 一声呐。啊。哦。很自然的嘞。阿元进来啊，阿元在看这了。进来。啊，那个是阿元的照片，对。然后刚才哦，你有讲到哈、哦、伯父，这个是伯父啊，是。我要直接访问伯父，还是直接问你还比较好？啊、因为刚才，反正我先讲先，那鸡眼的故事，鸡眼的故事。哦、他鸡眼很久了咯。鸡眼。痛啊，穿在脚底啊，很痛啊。我这样子会比较好。啊。看到啊。啊。很痛啊。鸡眼 ，OK。很痛啊，那不是找医生咯，割咯，割也是不会好。个也是不会好，也不是不会好。然后来就穿这个滑子咯，滑子啊，嗯，穿了很久很久以后，突然间他有一天说：“你看我的脚底那里东西为什么这样硬？”我抠出来，哦，整天好像死沙似这样抠出来一粒。然后呢、哦，啊，后来还有个洞哦，洞里面还有个红点，就是它的根哦。哦。然后隔天他就刻起来了，那伤口了。然后就没有说，就不久又倒回来。第二次生鸡眼。啊，第二次又倒回来，就躲个地方。嗯。他又想让我看一下，我又看看我又给他扣了一次，扣出来哦，那个红点的地方没有哦，转白去了，已经死掉了。红点变白去。啊哈。哇。啊、那鸡眼的，啊，它就好像死去了，根部已经没有，就是死去了，它慢慢就好去了，这样咯。是 哦， 这样神奇哦。那花子厉害，花子。你看啊，这个两老，你看，整身黑黑黑，慢慢什么来的？哦，罗拉西利，你有什么要跟阿元讲啦、啊？在这边。谢谢阿元哦，买给我这么多东西穿又吃咯。啊，我们两个老家伙又有的吃又有的穿咯，那些保健的东西咯。啊，不便宜啊，好贵哦。哪里会贵？你讲贵的话，很多人不敢买哦。阿元的生意受损了，你这样子讲。你看穿在哪这边？没有啦，要强的是价值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呢，如果哈、啊、很多人知道价值的话，它其实是不会讲很贵啊，不会讲改口了。是，对。真的、啊，不少他那每个地方，他都慢慢给你清掉嘛。他那么身体几百个神经线，哇，到腋下，背量长毛到怎么个量？嗯，要帮些渣渣，还可以帮有要木刷帮晒要路，以后打啊。老帮就顺刷帮晒呀，直接嘛顺刷帮了，加帮毛到你家嘛。哎，听到没？估计叫我帮傻到不啊。三次啊，拿到三次哦！哇，哎，整个说真的很厉害耶，整个说。哎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子的，我感觉。哪里啊？上班就上班，这样子啊，照妹妹哦。啊？那么今天打的照妹夫啊？我跪哪照不起来，没看啊，妹妹去啊。是哦，啊，你夸张哦。哦，晒出油不出啦。哎，但是我阿庄啊，有晒多啊，对啊，哎，有时阵晒到你打，白多好。啊。
会救起。会这救起，会这救落去。粪便嘛，当然会那拉出来了，就没有去买。看他们要拿钱去保健自己，还是拿钱去给医生，是这样子吧，是吧？哎呦，要保健好了，医生哪里会有哎？